往事根本无对错，为何要我来回解释这么多？逃避一些影像如没发生过，让我暗黑中离了座，你没身份来伴我，全忘对错，全凭天择夜的过。谁在主宰黑白？谁人罪恶更多？前像我悲欢因果，究竟为何？眼睫毛长长的，鼻梁高高的，嘴巴小小的，还真长得挺帅。麦登。Madam 他来看过你，不过我看你没醒就回去工作了。给我你手机好吗？你有我手机号吗？是用你的手机，我要打给 Madam， 有重要的事要报告。哦，那谢谢。喂什么喂啊？是你能喂的？这里是警署，叫我 Sir。 欧阳 Sir， 我没叫你进来，进来也不敲门，没有礼貌。平时我一个人在我房间的时候，你也不敲门就随便进我房间了？我可以随便进，因为那是我家，你不可以。对不起咯，你刚不是去了重案组开会了吗？是不是知道很多内幕？你是全东九最八卦的，不可能我知道你不知道的。我只知道长啸中枪了，是皮外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聪明了，以前一听长啸的名字就马上飞奔去医院看人家了，所以被人家看不起，变聪明了，知道先来找我问一下，稳重了，长大了。哼，你肯进正题没有啊，欧阳 Sir？ 我进了很久了，在等你。那你告诉我 ，Madam到底因为什么开枪打长啸的？那是意外。 Madam 的目标呢是戴正人，阴差阳错之下长啸出现了。你知道子弹不长眼吗？不然什么叫无辜啊？无辜？真的假的？假的，你别信。还坐着干嘛？去看他呀，基座五楼二号房。Thank you。 问这么多连咖啡也不给。我很喜欢你这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你决定追 Madam 之后呢，说话像个人了，比较好听。谢谢。我看你跟长枪能好多久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弄得要枪战这么严重，你帮仁哥带了什么去度假村呢？哎，别问了，这么八卦。你不会不知道仁哥他被警察盯得很紧吧？不知道。长啸，你没事吧？小事。别经常动到伤口，很快就会好的。你不要再装好人了，冒酷老鼠。这是番荔枝，你以前很喜欢吃的。Thank you。行了行了，阿啸也休息了，走。有朋友来看阿啸了，仁哥，走啊！走啊，走啊。仁哥，你认识那个警察？我们两个以前是同学。
警告你啊，以后别再缠着我们阿笑，我们跟你八字不合，每次遇到你都没有好事啊。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看长笑的。孔大卫，我跟你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戴正仁那群人早混在一起了。如果长笑不是跟在戴正仁身边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呢？你身为他小叔公，不教好他就算了，你还带坏他，算什么长辈啊？不是给长笑面子，我刚才肯定骂你了。傻子，阿笑现在比我还厉害呀，还用我教？对了，那些警察找你什么事啊？哎，大臂手下被打了，想冤枉我，无凭无据的关我几个小时就放了。可我不太明白啊，怎么刚好在那个时间抓我呢？你觉得会不会跟杜家村的事有关？我也觉得，那群警察到底是在查我，还是聂先生？这很难说，又或者还有一个可能，会不会是霍敬城干的？对呀，我从义气堂出来的时候一直有车跟着我，后来被我甩掉了，霍敬城一直缠着我不放。别说这些了，交货怎么会闹出枪战？我怀疑聂先生早就安排了狙击手在那里。不会吧？我去了度假村之后，按照聂先生的吩咐把包放下，然后去了厕所，等我出来他已经跟警察在开战了。不是不是，狙击手不可能是对付警察的，如果他知道警察在，根本就不会出现。喂，就是说狙击手要杀的人是我。你说聂先生想杀你，但现在中枪住院的是长啸。我们今天本来约好要去交货，可是我突然被警察抓到了警署，我没办法，就让阿啸代替我去啊，但没想到会害他中枪。你没事是运气好，要不是警察把你抓了你就死了。聂先生为什么杀你？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他是怕你出卖他，想杀你灭口。连见都没见过，我不知道他的长相，他杀我干嘛？为什么要杀你？戴正军看来什么都不知道。聂先生心机这么重，他从你手上得到他想要的，你对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。我在他心目中连霍敬城都不如，如果他得到了他想要的，杀了我多简单呢、啊、喂，那批货他拿到了？我看着他把货拿走。完蛋了，他现在拿到了货，就算事情暴露了，他要自保肯定会杀了我的。
你有时间出来吃饭吗？杜家村的枪击案，你应该听说了。新闻播了。其实那案子可能跟你弟弟有关。那天我弟弟被你们同事抓到警署去了。我知道你应该会很担心，所以我去了了解了一下情况。 我知道你弟弟那天本来要去度假村交货给别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被重案组的人请到警署协助调查，后来发生了枪击案。看来有人看你弟弟不顺眼。谢谢你告诉我。你曾经帮我，我怎么会忘记？其实那天我早就知道重案组会有行动，正好我在附近执勤，我收到 call， 我没时间想太多，因为我的同事从不同的地方赶过来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一犹豫，就没机会了。机会？我下水把东西捡走。 233，233。233，我刚才赶去现场的时候，突然有条野狗跑出来，我急刹车，没想到整个人掉进了水坑里。要不要叫救护车？哦，不用，我没受伤，只不过全身湿了，车也没事，我一会儿会把它骑回警署的。收到。 知道这么做后果很严重，后来我打开袋子，看到里面的东西，我自己也吓一跳。原来你弟弟在做大买卖。你不会纯粹为了帮我才冒这个险吧？其实呢，最近我投资失败，亏了很多钱，所以欠很多钱。我那个时候在想，如果我帮了你弟弟的话，我就可以让你反过来帮我的忙。 我要的并不多，300万，给我300万就够了。戴律师，我知道袋子里面的东西就是最近富商的女儿被偷的东西，我猜应该价值上千万。坦白说，我真的没门路出货，我才把这东西拿来给你的。既然你弟弟交货给别人，就代表他有门路出货，转手就可以多赚好几倍。我猜他。 知道失而复得的话，不会介意分我一点点。我真的很着急，想拿这笔钱救命。我弟弟因为这件事差点连命都丢了。
我不会再让他牵涉到这件事里。况且我是一名律师，我拿到赃物有什么用呢？哥，我之前觉得有人跟着我，所以我没有回家。你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呢？不觉得。怎么了？家暴。隔壁家的男人经常打老婆，他老婆什么都不敢说。这个懂事吗？你是知道有人跟踪你，还是觉得有人跟踪你？我想小心一点。之前聂先生他想杀了我。你在明，他在暗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别把命搭上。哇，之前王静瑜那事有200万。交货之后再多300万，哥。这么多，那些东西值天价。我不清楚，只知道是个黑市买家下的订单。听霍敬成说，好像价值2000万美金。这么多，不怕你私吞？像这次这种级别的货，没有把路铺好是很难出货的。如果不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，就算有钱也不敢收这种货。之前那个霍进城以为能利用我，就是因为聂先生看中他在上流社会有头有脸吗？切，要我说，有钱人只是把他当成马屁精。这个聂先生自己不想出面，还真需要霍进城这种人帮他做事。有什么关系？客人都是聂先生的，做主的人是他。哥，不用担心，我混了这么久，我会处理的。躲不是办法，那不然呢？让法庭出张禁制令，禁止别人靠近我。对付霍进城还有聂先生那种人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一定会有办法，让他们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他们说了算。干嘛这么快出院啊？还忙前忙后。喂，车载记有我就行了，你不放心吗？不是，我一个人在医院无聊嘛，回来干点活没事的。我说你呀，真是劳碌命。哎，喂，大少来找你。是啊，他约了我，我把单子写好给你。哦，大少，你来找阿笑。他是我案子的证人，我跟他去现场了解一下。等一等，他很快就出来。哦，单子我签好了，你记得发。哦，知道，我记得，今天发工资嘛。大少，你们慢慢走，阿笑交给你了。阿笑，手机。哦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威哥，怎么一副流口水的表情啊？啊，这个戴正军啊，还真是高大帅气，但泡妞速度太慢，换了是我，床都买好了。在法庭上，每个细节都是关键。还有要补充的吗？没了，起来。小心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明白香港人为什么开车这么快，开慢一点不行啊。我爹地撞车的地方就在前面这里，虽然那天他是没有留意路面的情况，但如果那天的司机能开慢一点的话，可能他不会有事。我刚才是第一次肯承认我爹地做错了。如果你那天没盘问我的话，我应该也不会这么认真地回想这件事。看来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。有没有时间听我讲个故事啊？爹地那天好像平时那样上班，当时有个兼职助理跟着他，但是他看到爹地讲电话讲得很生气，就不想打扰他，只是一直跟着他。欧阳先生，这么多女人不找，找个有夫之妇？你别忘了你是警察，级别这么高，这事说出去你也完了。你别想破坏我的家庭，总之你退出，慧心就会回到我身边。你再死缠着他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欧阳先生。就是这个欧阳聪，爹地跟我说他一直都很想跟妈咪复合，所以你就认为是他间接害死了你爹地。我妈咪当时真的很傻，她一直觉得她跟欧阳聪是真心相爱的，那个贱人怎么可能，连外公也看不下去，所以才会把车载界的股份一半给我，一半给妈咪。妈咪走了之后，她的遗产就给了欧阳聪。这个人一拿到遗产之后就马上说要卖掉车载界的股份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很辛苦才筹到钱，从他手上把股份买回来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给钱的时候把所有钱换成20块的，然后一箱一箱的拿去他警署，让他一张一张数，谁叫他喜欢钱。这样应该挺爽。当然爽啊，他还一直觉得妈咪不是自杀的，为什么？他分不到钱喽。但他怎么证明你妈咪不是自杀的？妈咪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断气了，但是房间遭人偷窃，所以他觉得有可疑，说妈咪一定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但死因庭最后裁定你妈咪是自杀的。妈咪爹地那一年离开我之后，我本来打算回美国，以后再也不回来香港的，因为我觉得香港很多地方有我跟他们的回忆，就算现在我再去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，我还是能看到他们两个的影子。很多人为了生活不停地挣扎，是因为想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，但有些人以为可以控制一切，甚至影响别人也无所谓。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。干嘛？我不敢了。对不起吧。
要打老婆，这是我家，我想打谁就打谁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不要，不要打，不要！你滚开呀！住手！你们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。你打了我，你还报警了？我怀疑他嗑药，抓他！三，这位太太要验伤。验伤好啊，那验伤啊！我怀疑他嗑药，顺便验下尿。许是你能做主的。这个世界不是谁凶谁就能做主，没人可以主宰你。只要你愿意迈出这一步，别以为做的奇迹就会出现。你应该拿回你自己应得的。梅德，我要验伤。你说什么呀你？除了脸上的伤，我身上还有很多伤痕，都是我老公长期虐待我留下的。你这八婆，你说什么？这位先生，现在不是事不要你说，但是你所说的我们会用纸笔记录下来，将来可能作为呈堂证供。戴律师，我跟这位先生说了他没预约，不过他说有重要的事找你。戴律师，我不会耽误你很久的。没事。有件事呢，让霍先生觉得很烦，不过他不好意思来找你。我跟霍先生说，这件事实在太棘手，只有戴律师你才能帮他解决。谢谢你。继续说。霍先生呢，最近收购了一层商厦，有个单位的租客呢，他赖着不肯走，而且还耍花招，骗霍先生签了一份文件，让霍先生以很低的价格卖单位给他，他把霍先生气得都差点中风了，因为一直以来只有他骗别人，他从来没有被别人骗过。戴律师，麻烦你帮帮他。把文件给我研究一下，如果可以，我会再联系你。太好了，我多怕你不愿意接。酬金够怎么会不接？我也想尽快多赚点钱，早日跟我弟弟退休。你知道，他跟那么多人有过节，我担心他呀。我也知道霍先生跟仁哥他们有过节，不过我们当手下的不方便多问。我明白。我不打扰你了，谢谢你戴律师，先走了。说做大事的人呢，真的是不拘小节啊。有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你想清楚再回答我。好啊。你真的确定你没有签过合约？我不记得我签过。好吧，就算签了，我在没意识的情况下所签的，这份合约也不会生效啊。那天晚上我喝得很醉，不知道自己签了什么。我没意识的，对吧？没意识签的是不会生效的，对吧？如果可以证明你当时没意识，就不会。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没意识啊，正常人怎么会把2000万的单位200万就卖给别人，这么蠢呢？你要仔细的跟我说一遍那一天的事情。好啊。霍先生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先别说我的单位啊。听说你只是在我的单位里做盗版，这搬到哪里做都一样，对吧？新的机器我刚买没多久，花了我很多钱的。那如果可以呢，再给我9个月到1年就够了。我的律师已经准备了新的合约，哎，你先看一下。干嘛这么嚣张啊？现在是你有求于我，不喜欢就给我滚。
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和气生财啊。霍先生，我们带来了两瓶好酒，孝敬你的。我们一边喝酒，一边好好谈。正所谓呢，酒逢知己。那我这几瓶酒呢，收藏了很多年了，就是要等一位像霍先生你这种识货的大人物跟我一起品尝。哎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一起干了这瓶酒，这样才对嘛！干杯！哎，干杯，干杯，霍先生，干杯！那家伙那天一直拍我的马屁，不停地给我倒酒啊。不过说起来，那瓶酒还真不错，我喝了大半瓶，然后断片了。对啊，霍先生连我去接他，他都不记得了。就是，过了两天，他发了一份合约的副本给我，说你签了合约，愿意把单位便宜卖给他。就是啊，很明显他是在坑我，肯定是趁我喝得迷迷糊糊，把合约塞给我签名啊。那我之前请了个废物律师，他说上面是我亲笔签名，而且当时没有别人在场，没有人可以证明我这是没有意识的行为，没法打官司，把我气得要死，所以我就去把合约的正本偷了出来。要打赢这个合约的官司很简单，但你现在非法进入别人单位盗窃，从民事变成刑事。戴律师，你有办法帮我打赢官司对吧？盗窃你是初犯，应该不会判得很重，很有可能可以争取到缓刑。我还不错啊，至少不用坐牢。霍先生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这次的收费我要500万。啊？你不会吧，一个案子要500万？这个世界上每件事都有自己的法则，你确实做错，做错了自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没人能例外。喂，你是不是真的有把握能打赢这官司？我没把握的话，你也不会找我帮忙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决定请我的话，明天带一半定金到我办公室开档案。喂，听那家伙的语气，好像真的能打赢啊。喂，这样吧，明天你去他办公室帮我开一下档案。喂，来了。喂，不错哎。哎，哇，嗨嗨，你一个人？对啊，我也是。这里怎么这么热啊？我想找地方洗澡，今天能不能到你家洗个澡？但是我家在将军澳啊，你不怕远啊？小姐，我家就在附近。好啊，我可以开个附近酒店的房间啊。下次不用说你住哪里，直接拉他走就行了。你不认识吗？我是霍晋腾的代表律师。如果要谈公事，明天打我办公室电话。喂，sorry sorry，这么不小心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看路。这样好像不太合规矩啊。霍先生是这里的会员，他派他的律师来看跟他有关的监控录像而已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只不过是在保安室里看这段视频，又不是问你要视频，只是看看，我不说你不说，基本上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戴律师，
冷静点。我只是想问，方先生给霍先生签的虚假文书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是，不是？那，你别胡说。喂，方先生，昨天跟你说的那个人到我事务所了。喂，通知你的客户，最好主动撤告。否则，后果自负。贾先生，急着找我什么事？很可能出事了，有人来问我们保安，那天你跟霍先生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？啊？嗯。那怎么回答的？说不清楚了，保安是真的不知道。然后我就问了保安，保安他们说，有人去商务中心那边看了，还一直翻那些废纸回收袋，不过不知道拿了什么。你们给霍先生的合约复印件比一般的 A4 纸短，所以用 A4 纸复印出来，下面会出现一条黑线。 Max 在你们那里实习过，了解你们律师事务所的作风，一向贪图便利，随便在内部网下载合约范本，然后再删删减减。但这些范本每页的底部都会注明 sample 字样。这么巧 ，Max 在你那儿工作，当时的情况很混乱，所以我马上从网上下载了一份合约范本，填好，没仔细检查就给霍先生签名，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霍先生已经太醉了，签不了了，所以我才把页尾印有 sample 的字样的部分剪下来，都怪我习惯了，把纸条丢到回收袋里，丢垃圾桶就没事了。一般这种可以回收的纸张，清洁工人会当作废料，挤满一袋再丢掉，所以我才有机会拿到你剪下来这部分。虽然我没拿去化验，但我相信上面有你的指纹。使用虚假文件这条罪，我想可以吊销你律师执照。求求你不要！我跟方先生说过这样是不对的，可是他不听，我求求你。谢谢你，霍先生。之前的事我没有帮上忙，还给我全部的律师费。傻啊！你做了事情的，当然要给你了啊。Thank you。麻烦你帮我看看这有没有问题。好。OK， 没问题。OK， 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Thank you。霍先生，文件你之前不是让我拿给戴律师看了吗？对啊，那为什么现在又给 PJ 看了？你不是说觉得他很没用吗？我现在也觉得他没用，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全信那个戴正军。记不记得那天在博士会，他为了女人跟我吵，他弟还跟我撕破了脸。你觉得他会真心的帮我，还是找机会害我？所以小心一点好。哎，我是因为我老婆回老家了，所以一个人吃饭。可你居然不去约会，陪陪你不好吗？哦，我一个人吃也吃得很饱啊。我宁愿你多花点时间陪陪大少，刚开始要抓紧一点才行。什么刚开始啊？我们谈公事而已，我帮他做证人嘛。你小叔公我是男人。看得出大少看着你的那个表情，不只是公事那么简单。喂，你打错电话了。怎么了？有毛病，我刚换了新的电话号码，每天都接到这种找我去抓白蚁的电话呀。可能这个电话号码之前真的是抓白蚁的。一天接十几通电话，生意这么好，就不要换电话号码了。继续说你跟大少的事。你们上次吃完饭就没有下文了吗？他最近很忙，我很久没见过他了。有本事的男人是比较忙的，但是有本事的女人呢，要学会经常在他面前出现，这样呢，他才能没办法不想你嘛。啊！又打来，
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啊？嗨，嗨。之前找你当证人那个案子，有东西需要你签名。可以啊，什么时候？明天12:30 ，OK？ OK。谁维护着你？你现时多么感慨？不想不想失去，可不可能？难静如迷失的竞赛，这种感觉为何障碍？有罪却很精彩，在错的景点，在错的一天。